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李老师。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第23课《纸船和风筝》。在学习这个有趣的故事之前，请你和老师一起先来读一读上节课学习的生字：蒸、数、折、飘、扎、抓、性、淡、怨、哭、取。相信同学们都认识了这些生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纸船和风筝》这篇课文。请你自己打开语文书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读完后，请你对照屏幕试着补充屏幕上的语句，自己试着说一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原来这篇课文讲了小松鼠和小熊通过纸船和风筝成为了好朋友，吵架后又借纸船和风筝和好的故事。那么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去寻找答案吧。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想一想自己知道了什么。我想你知道了，松鼠住在山顶，小熊住在山脚，他们想要成为好朋友可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你也许还知道了，那条小溪就连接着他们的家，这也许就是连接他们友谊的桥梁呢。那么接下来就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吧。松鼠和小熊住在一座山上，松鼠住在山顶，小熊住在山脚，山上的小溪往下流，正好从小熊的家门口流过。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吵架后又是怎样和好的呢？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完成学习任务。自学提示一：默读2-11自然段，想一想小松鼠和小熊是怎样成为朋友的，吵架后又是怎么和好的。二：找一找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的语句。三：试着体会他们成为好朋友后的心情。小松鼠和小熊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我找到了松鼠折了一只纸船，放在小溪里，纸船飘啊飘，飘到小熊的家门口这一句。我认为这只小松鼠很聪明，它把纸船放在小溪里，去和小熊交朋友。我还画了，小熊拿起纸船一看，乐坏了。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你快乐”这句话。这句话中写小熊乐坏了，因为他收到了小松鼠折的纸船，上面还放着松果。松果是小松鼠最喜欢的，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小熊，小熊肯定非常高兴。这位同学很会学习，他明白了小松鼠送松果的含义，还体会到了小熊的心情。这只小松鼠多聪明啊，他借纸船去交朋友，还在松果上挂着写有祝福的纸条。如果是你收到这样的礼物和祝福，肯定也会这么高兴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美美的读一读这两句话吧。松鼠折了一只纸船，放在小溪里，纸船飘啊飘，飘到小熊的家门口。小熊拿起纸船一看，乐坏了，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你快乐。小熊乐坏了，那小松鼠呢？也乐坏了。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小熊收到小松鼠的礼物，也想送给小松鼠一件礼物，所以他扎了一只美丽的风筝，挂上纸条，写着祝你幸福。小松鼠看到自己送出的祝福有了回应，
所以肯定也非常高兴，也乐坏了。这位同学说得对，当小松鼠伸出友谊的手，得到了小熊的回应之后，肯定也乐坏了，所以才会一把抓住风筝的线。一段友谊的建立，两个好朋友肯定都非常高兴。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和学习伙伴来读一读这两句话吧。他想了想，就扎了一只风筝，风筝乘着风飘啊飘，飘到了松鼠家门口。松鼠一把抓住风筝的线，一看也乐坏了。风筝上挂着一个草莓，风筝的翅膀上写着祝你幸福。好，同学们看，接下来请你看看屏幕上的这几句话，想一想你认为哪一句更好呢？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我认为每组的第二句更好，因为如果有了飘啊飘，就好像能看到纸船慢慢顺着小溪漂流，还有风筝在风中飘荡的画面，如果去掉了，读起来就没有这么美了。是啊，在语句当中增添叠词，更能增添语句的美感。这位同学在阅读时，头脑当中还想象着画面，肯定能将课文读得更美，更有感情。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头脑当中一边想象着画面，一边再来读一读这两句话吧。纸船飘啊飘，飘到小熊的家门口，风筝乘着风飘啊飘，飘到了松鼠家门口。小松鼠和小熊收到的仅仅是一个草莓和一只纸船吗？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我认为松鼠和小熊收到的不仅是草莓和纸船，还有交到好朋友的快乐和来自朋友的祝福，那代表着珍贵的友谊呀。所以课文中写他们俩都乐了。是呀，正是因为这纸船和风筝的缘故，让他们俩成为了好朋友。想象一下，他们每天在一起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也许每天给彼此写信、折纸船、放美丽的风筝，或是送去最新鲜的松果。有了好朋友陪伴的日子是多么美好，你希望这种美好持续下去吗？老师很希望。可当他们沉浸在快乐当中时，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不愉快。下面就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想一想你读懂了什么。你读懂了什么？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我知道了，松鼠和小熊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山顶上看不到风筝了，小溪里也看不到纸船了，他们两个肯定谁也不理谁了。我想他们俩为了一点小事吵了一架，谁也不理谁了，肯定会非常难过。是啊，从此他们分开了，多么让人痛心啊。难过的小松鼠和小熊在没有朋友陪伴的日子里是怎样度过的呢？下面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来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想一想小松鼠和小熊在没有好朋友陪伴的日子里心里会想些什么。小熊很难过，他还是每天扎一只风筝，但是不好意思把风筝放起来，就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松鼠也很难过，他还是每天折一只纸船，他也不好意思把纸船放进小溪，就把纸船放到屋顶上。小松鼠和小熊在没有好朋友陪伴的日子里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我认为两个好朋友心里肯定都很渴望曾经的友情，也想珍惜过去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天都扎风筝、折纸船，但是都不好意思先说出和好的话，所以他们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把纸船放在屋顶上，希望对方能看到，让对方和自己和好。快乐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而寂寞的日子却又度日如年。
后来，小松鼠和小熊和好了吗？他们又是怎样和好的呢？请你读一读课文的第十和十一自然段，自己来想一想。小松鼠和小熊后来和好了吗？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我认为是小松鼠再也受不了了，想找小熊和好，所以折了纸船，上面还写了纸条，问问小熊愿不愿意和好。我认为小松鼠非常难过，是因为它肯定很想念小熊，却不好意思和他说话，并且又担心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失去这个好朋友。他每天想啊想，所以难过的受不了了。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想和小熊和好。那张纸条不仅仅是问小熊愿不愿意和好，更是主动伸出友谊之手的真诚。这两位同学不仅读懂了小松鼠的难过，更体会到了他的真诚。下面就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感受一起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过了几天，松鼠再也受不了了，他在一只折好的纸船上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愿意和好，就放一只风筝吧。他把这只纸船放进了小溪。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真诚，小小的纸船起航了。当小熊看到这只纸船和上面的话时，会怎么想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怎样说。我认为小熊也非常想和小松鼠和好，因为之前小熊就每天扎一只风筝放在屋顶，现在小松鼠主动找他和好，他立刻就放飞了美丽的风筝。这里面写的美丽的风筝不仅是画的漂亮，更代表着两个好朋友想要和好的心意。松鼠这时高兴地哭了，因为它终于和小熊重新成为了好朋友，又可以每天在一起快乐地做游戏了，不再难过，不再孤单。小松鼠和小熊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两个好朋友因为交到朋友而感到开心，又因为遇到矛盾而心里很难过，最后因为伸出和好的手而高兴地哭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建立一段友谊很容易，而维护一段友谊却不容易。它需要我们用宽容和理解去珍惜和好朋友之间的友情。老师身边有一位热心的小伙伴，他想帮小熊写一张卡片挂在风筝上送给小松鼠，请你也来写一写。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看完之后，你是否有更多想法了呢？如果你感兴趣，请你刻下来完善自己的卡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哭”字怎么写，请你跟着视频一起来梳空。哭，上短下长，犬的第一笔横略短，撇捺要舒展，笔上面的两个口要宽，点笔横收笔略靠右。纸船和风筝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很多，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能和你的好朋友主动伸出友好的双手。那么课下，老师给同学们留一个小任务，请你和你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当你和你的好朋友闹矛盾时，你是如何解决的。同学们，纸船和风筝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认识一位新朋友风娃娃，在他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下节课的学习吧。